辅助啊！我操！完了，我还送个房子啊！我感觉好绝望啊！首先告诉我，现在我该干嘛？挂狗了啊！一点钟出客，好像升级了啊！它是两个基地。那个飞龙塔快做好了，要打我了吧？我要不要转飞龙？哦，我操，这炮没修好，位置不对。
狗日的强杀龙面一样的。关键我这要经济打伤了，我炮台补不起来啊。明红守得漂亮，妈！这个傻逼飞龙还在打我，我操！我要去中间帮忙了，我一对狗。所以他基地还有一下不打了。我操！我看看啊，看看啊。经济还有点差，还在补农民中。妈，我要用我的一对狗去干死钢爷，狗日的他甩我！你看，你看到没有？他飞龙在你分矿那个地方，在中间的地方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现在枪兵数量还不是很够哎，他飞龙发展的很顺，他估计外面还有分矿的，这个时候肯定很有钱，外面有分矿的，我等下去，然后就在那个中间，对，是我的，我肯定有，他肯定11、12点有分矿的，对，我去，东海啊，电话。他用飞龙把我的分矿，不把我的分基地甩了，还有几十点血不打了。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他刚刚这一队兵直接去冲人皇，但是这飞龙去冲人皇，人皇肯定死了。他不知道为什么非要在我家里甩我基地。哦，就是我把地堡再往上面一个，然后防空再往上一个嘛，就这个位置。他有一对飞龙啊，不要被他甩伤了。要修点防空吗？七点是个爆狗哥了啊！好，再等我5分钟，我飞龙都出来了。哎，那个虫族，那个虫族是在7点的，呵呵，那是一片黑的，它是暴走了吗？
哎呀，对啊，太没素质了，这么多人在等着，在等他，他就在那儿暂停了。关键是你知道有多少人在等他吗？还有群里面的人，就等他打了个电话，上头了。他在等我掉线吗？不是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们冲人王这波，我就问你，你看下这么多飞龙啊，大概有10条到一队去打人皇，人皇守得住吗？人皇肯定守不住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对啊，他用飞龙在那里打我的分基地，打我的第二个基地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对啊，他顶着我的防空要干我的农民，然后别人去冲锋了，他还要甩我基地。他妈，他跟我仇恨有这么大的？哇，这个电话不暂停10分钟啊，算判负了。怎么打啊？LAFT 吗？LAFT，LEFT 吗？我操，完了，我打不会。那退出是那个那个键是什么吗？LEFT 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对，对，在有的时候切换的时候啊，突然游戏声音会变得很大，而且就以前你游戏皮声音调得很小的时候，突然会调变得很大的。啊，对。都要变成粉丝个比赛，
哇，在几点啊？哎，问一下主席，问主席。等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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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下。好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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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哥啊哥，我操，这个家伙也。我快去帮忙啊！这个暂停太你妈拖节奏了，狗日的！兵营没打完啦，妈的这！吉祥兵啊，操作！哇，把我优秀人皇给干了！哎，这个暂停太拖我们的节奏了。好，防控也修不起来，这里这里快，看你操作里操作呀。什么情况啊？怎么打成这种局面？突然，家里守住，家里守住还是有希望的。对，你家里守住啊，一定要守住。好，那边坦克也出来了。守住啊 ，A 八。哎，兵操作一下中间，对吧？啊，算了算了，输了输了。
一点一点。为什么不是我的，是人皇的踢啊？暂停，等人皇把电话打完，别急，人皇慢点打。那怎么办嘛？人皇在打电话。快 V8 你也去看看他们什么族，看一下看一下。哦，别人没有了，就我们两个在直播了。有杰弟在直播啊。完了完了，人皇。坐在矿区那里哇 ，BB 啊！哦，我就觉得我不要组合最好。妈了，我的人族。玩的不溜啊！啊？那怎么办呢？妈的，真的是打得我很郁闷。所以说我就不想赌口了嘛。对啊，我口都不要读了，就想在自己家里修房子的。妈死了两个三个了。他计划比我还快，估计。进来，我加一个他，我操！
解决不了啊。真的是打了伤之后还打的啊！哎，又进去了。我是哎，又来两个杀，又我直接是坦克十字架，我坦克架哪里去啊？我要不要去？我要去那边修防空。好，好的，好的。我家是不是有野外兵营啊？我操！不，现在不要紧。我操！好了，叫完了。哎，搞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，我不让他暂停了，妈的，搞，自己玩你的，什么情况？老来的，每次要等你们来救我啊，我必须飞起来，然后一飞起来，然后你们有啊？哦，好好好，啊、哦，我真的是赢了吗？跟他们打了个游戏打得好上头啊，打的。
啊，给他们打个绿帽子真的烦啊。对，我刚开始弹完琴，然后又看到机器人，他自己往那边走了两步，然后又走成这样的。啊，我再点，我再点，我再点，好了，哎，我真的是跟他们打的烦。那边有没有引刀科技的？会不会有？而且只有他是吧？我不记得我还把位置占住啊。停了，暂停了，无聊了。人好像打游戏，还边打电话边打游戏，是不是？像他，哎，真的是。啊？什么？哦，
完了，在哪吃？看看，打接地打了三盘，输了三盘，一把都没赢。对啊，而且他还给了你时间了，那个时候他飞龙又去追我的狗了，我狗去他家门口的时候，他飞龙又去追我狗了，你后续都还能打出来。我情愿在你们这边啊，不是，我这一看我们这边就两个弱智啊，我和杰弟都是弱智啊，我和杰弟都是弱智啊，你这陆展这发出来这个就肯定要GG了，看来到时候又要改，哎。哎呀，再打一把群都吃饭了，中午都只吃了两口饭，然后就开始打了，打了就没停了，就忘了吃了。啊，挂了啊，
read you. Yes, sir. Did I read you? Orders received. Yes, sir. Orders captain. Roger that. Yes, sir. Reporting for duty. Yes, sir. Orders captain. Reporting for duty. Yes, sir. Affirmative. Did I read you? Reporting for duty. Did I read you? Affirmative. Orders received. Orders captain. Did I read you? Reporting for duty. Yes, sir. Reporting for duty. Yes, sir. Reporting for duty. Yes, sir. Orders captain. Did I read you? Orders captain. Did I read you? Roger that. Yes, sir. Did I read you? Yes, sir. Orders captain. Did I read you? Yes, sir. Orders captain. Roger that. Yes, sir. Did I read you? Reporting for duty. Orders captain. Did I read you? Orders captain. Orders received. Affirmative. Orders received. Reporting for duty. Did I read you? Roger that. Right away, sir. Orders received. Affirmative. Orders captain. Reporting for duty. Yes, sir. Orders captain.对面好强啊，还好吧，杰弟你现在啊信心十足啊，那肯定是代购啊，0.7的时候的代购啊，对啊，当时0.7的时候就代购了，这很明显的呀。应该是副老板吧，不是，我说应该是副老板代购，妈的一看就看得出来只有副老板这种选手，哎，在你这边还有一个二，我就明白了。我主机，怎么都怕主机啊？好，看我的主机，爆炸三 T。135，
操你妈东海，你他妈打盘有没有打盘的样子啊？哈哈哈哈打电话啊，搞好烦了，觉得我们以为当时我们优势很大了，知道吧？那波以后，哎，我说哎呀赢了，我们开心的，我们开心的很。结果一等一开以后两分钟，我们输了，真的上头啊！我们以为优势很大，直接够了吗？啊，够了够了。好了，一点有对吗？那有两个对啊。我的主机这么烂是。啊，一个个的连啊！重组刚开始要防止探路了，联盟肯定慢一点的。哎，那我不要让他们看我了，对了，行不行？啊，还是要探啊，让给他们压力，让他们感到害怕。不是我藏一下，他们看了两队战术会不一样的呀。没人，没人。嗯，看我的狂热爆狗哥。重组都没看到啊，他怕被怕 BB 是吧？他妈的，他肯定觉得他优势很大，他们可能是 ZPP 啊，这么说的话，啊，但 ZPP 不 ZPP 他们应该很快的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看到我们？那应该不是 ZPP。好，我现在我脚，对对对对对。好。哎，他怎么好。那这边怎么办？重组这边怎么办？啊，吃不跳了，
啊，有擦边啊！那我啊，这像不好打的感觉，突然。我到底是帮忙还是去干人质？啊！后面还喷火兵，有狗跟那个姜保护。我没多少狗啊，我只有六条狗。我去试人之后续。我有一堆狗，要不要帮忙？跟你一起进去吗？啊、嗯！我是说，刚才问你是不是跟你一起进去啊？你说不要打这里。啊、我以为你是要，我是想跟你一起进去的。我现在就去打人族了。打不死了，我去帮你吧，还是？过来了。冲吗？
后续有点多啊，这个。好，容易拿虫子一些。这里在中间，在中间，在中间，我刚刚看到了。来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他跑了农民的，他应该跑到十二点去了。冲吗？后面有个那个啊，好，我去找，我去找，应该是在十二点的，十二点应该在十二点找气矿了。我房子飞到你坦克那个地方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上面的兵，你上面的兵，稍等一下。哎，神族在干嘛呀？我有点搞不明白，神族像什么东西没出啊？搞了半天。